我哋希望咧，依度會成為咧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文創產業園嘅一個新地標。從硬件设施來講，正是我們想要的東西。還有咱們園區裡面還有其他的幾個交流的聲樂交流的幾個廳，可以做幾千人的這麼大的一個空旷的一個活動區，都是很吸引我們的地方。正好咱們這個園區在廣佛之間哈，咱們園區可能輻射的面儿，不光是咱們這個珠三角這一塊，甚至可能包括覆蓋全國甚至全球的可能。